蒋宇，你的态度是？怎么说？我知道是你的职业决定了你的个性，但是你的这个个性其实不太适合我，因为我也是比较内向的人，所以我有时候非常非常需要别人安慰或者逗我什么的，所以很抱歉。遗憾，再见。你要感谢蒋宇，蒋宇的拒绝让你有了更多无限的机会，小伙子，好吗？希望你和你的狗都好。这次没有配对成功也是挺失望的，因为还是真是奔着他来的，一看到蒋宇这个人当时就挺喜欢的，对，所以就奔他来，不管他性格怎么样，因为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他的全部。然后其实我是跟不熟的人比较沉默一点，熟了的话我还是一个挺开朗挺能说话的人，在队里面他们都叫广东二侃啊。这以后呢，我也想把我的心里想的东西传达给我喜欢的女孩子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收看我们节目的女性观众当中，一定有很多人会喜欢他这一款和他联系。但是我知道蒋宇不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，说来听听。留下来给十一号当翻译。